好好加油吧。刚刚明明看到了一点颜色，现在为什么又看不到了？顾夜白，在画什么？你走路怎么没有声音啊？我是想让你看一下，我画完了。怎么样？还行吧。其实我倒是觉得色彩可以再明亮一些，有些地方颜色还是有点深。你看我把这么多颜色混到一起，是不是非常符合汇聚这个主题？我现在什么也看不到了。顾月白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需不需要我送你去医务室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解释。喂，你听我解释啊。解释什么？就算我撞你是我不对，那你也没必要这么骗我吧。不是这个，怎么我只是你跟你朋友串通起来把我耍得团团转，很好玩是吗？你看我到处打杂到处忙活，很有趣是吗？林子夜，你出的好主意，回去我再跟你算账。请你让开，王总。我承认我找你当模特只是个借口，但是我真的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请你帮忙。你上次重新配色的那幅画我真的非常喜欢，我很久没见过那么美的配色了。我就是凭感觉随便乱画的。不，你是凭对色彩的感知度画出来的，所以我一直想问你，那样的颜色你是怎么调出来的？你上次跟我说过，那是你看世界的方式，所以你可以教我吗？我找你有事，我想了解你，我想知道你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。哦，原来他是这个意思啊。等一下，你的意思是，你一个学油画的来问我一个学法语的怎么上色？没错，所以我一直忍着，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开口。哦，原来是怕在业余的面前丢份儿啊。但炸伤也太损了吧。这位同学，一码归一码，就算是这样，那你骗我也是不对的。你还可以给我当模特吗？